到了这个段位，你就知道钱只是一串数字啊。这个家伙叫奥创，在复联二中，他与大胡子发生了一点摩擦，原因是奥创想要获取一些震惊原材料，用以打造新的躯体。而这个大胡子好巧不巧拥有一批震惊资源，但大胡子一看眼前的奥创只是个机器人，心不甘情不愿，拿出一罐给他开开眼，心想你就一铁皮机器人，包包里肯定没钱。谁能想到奥创直接叫小弟打包全部带走，大胡子可不愿意了，出言嘲讽。Personal cost. It's worth billions. 言下之意，买不起，赶紧滚蛋。没成想，奥创只是呵呵一笑。Now, so are you. 大胡子掏出手机一看，到账100多个亿。Wait to find out which is which.这时有机智的小伙伴就要问了，奥创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问题好简单，你知道为什么钢铁侠拼了老命都要干奥创不？因为钱都是从钢铁侠的账户转过去的。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